腿妈妈，我是菜啊二面，我是菜啊二面面。Yeah, 好，就是没有什么默契，我们是完全没 say 过，这是展现我 real 的一面。但太没默契了，real 就是没默契的那一面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边 Bill Flower 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Uni Bill Flower， 我是李佳丽栗子，我是蔡悠悠。就是先汲取你们的教训，然后之后先就学会了怎么样有默契。我们是先驱啦。对啊。好，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今天主题是体适能大挑战。你看，你看你今天搭档，你看一下你今天搭档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我对我的 partner 很有信心。麻烦所有事情都叫他做，可不可以？他需要。因为我们想说，就是现在就是体适能是可以测你的运动能力嘛，看你健不健康。那我们就借由这个机会，可以不错，不错，坐姿体前弯最好。嗯，坐姿体前弯最有信心。对，好，令老师印象深刻。他说上课，然后你令老师印象深刻。他是姿体前弯最好。谁？他，对他，他说他坐姿体前弯。那你是什么？我平均都很好。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些弟弟怎么办？自己啊，你上课而已，怎么办？我上课不是平均的上面一点吗？我们这是内练。对，好，我跟大家说，你们今天要每一个关卡都要认真比赛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关卡输了都会有惩罚，就不是总和下来，是每一关都会有惩罚。因为你知道运动体适能对我们很重要，所以每一关都是要惩罚那个输家。希望你们回去会学会教训。那今天会加入我们的运动？我当然不会，我今天主持人。OK， 你可以考过姐。好想看那个队长大大运动鞋。你看我今天穿着，等一下还是要为我们示范一下。我才不要！我们示范一下。都穿的这么正式了，对不对？再说。哎，我看一下留言，看一下留言。哦，好 ，OK。我也看先输，已经是四呀。哎，我没有比，我不好。他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队。我今天没有比，我是主持人。OK， 好，一打四。我现在跟好，当作没听到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今天是运动嘛，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个贴心的小礼物给大家，那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签名手花，护腕不是手花，手花，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个护腕跟着我们一起运动。那怎么样得到呢？总共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方法呢是今天的排行榜前三名。而且第一名还可以指定要哪位成员的签名护腕哦？为什么一直想说手腕？手腕，第一名可以指定你想要哪位成员的签名护腕？好，对，那这是第一个方法。那我们今天排行榜会在55分的时候截止，那大家就是现在就可以开始送起来啦。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今天一样会举办抽奖活动。那今天的指定礼物是 TeamTV 的金牌麦克风，就是金色的那一个。对，你就是这样，你送越多，你得到的机会就越大，就是抽奖几率越高，抽中的几率越高。那总共会送出两个。那抽奖环节的话是从10分开始，然后50分结束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抽奖没中，你还有5分钟的机会可以，就是你知道攀到那个排行榜前三名，你知道都是有机会，都是有机会。好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要把握机会，就是边看我们运动，也要边送出那个麦克风，然后其他礼物也都可以排行榜前三名。好了，讲完了，今天最重要的部分。要开始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对，另一个很重要，开始运动了，是啊，先来示范，不是，是我们运动之前一定要先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是什么？暖身，暖身，对，暖身，答对，诗雅大大代操了，哇，耶，浪，快说啊！你看那个他们说要做就是健康操，但我根本不会就是健康操，哎，不是那个年纪，不是那个学会的吗？我跟你们都是同一个年代的健康操，都是 Lucy， 没有这么绝，都有人谎报身份。我跟你们都是 Lucy， 只有那个浪的工作人员是更旧的。哇，不干我的事，好不好？难怪先遮脸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体验一下旧式健康操。那我们就是大家就是认真的扭一
一下，毕竟我们等一下也是真的要扭一下，扭一下，好，就定位，哎哎，就定位，好，其实我不知道怎么，哎，有人送那个礼物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做健身操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自己喜欢的成员哦 ，OK。他现在要再讲一次，他为了不做，不是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，我在等着真红了。七八，OK， 这个我这个很重要，这抽奖那我可以帮你讲一下。你要帮我讲，好，那谢谢大家。是这样的吧？那你来讲，你来讲一次，你来讲一次，我就不信你记得怎么讲，你肯定不记得。抽奖是从几点开始？没这么早，抽奖是从50分，55分开始。闭嘴，节目都要结束了才开始，不是五十。抽奖是10分开始，50分开始，可是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跳。已经现在已经10分、12分了。榜一可以指定自己喜欢的。抽奖是抽奖，榜一是榜一，有抽奖。榜一是55分结束。我不讲了，你讲。你看很难做吧？很难做，要不要吵？要不要认真做？你认真。好，热身差不多了吧？我看一下，你们应该都差不多吧？他可能他可能还不够，要动起来。他有动了，有动起来，对不对？有。热起来，热起来！我们二话不说，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个。好，第一个环节就是李佳丽最擅长的坐姿体前蛙，耶！好，我们就在我们要在这里坐姿体前蛙。好，让你们看到这个是你的，这个是量的起点，然后这个是你两腿的那个，你腿要卡在这里。嗯，好，那你们谁要先来？一个一个来。我先好了。你最强，你要不要最强？好，那这是可以帮忙压的东西吗？不能，不行，要自己往前，要自己往前，对，要自己往前，对，好，等一下我拿一下我的道具，我们两个先保守不稳。OK， 你们先讨论一下，要谁先来？我们先两个升大，你们不要跑了，你们不要跑了，刚刚有这个动作，刚刚没有嘛？刚刚有往下跟往上啊，你自己不要认真做，刚刚有跟上而已嘛。好，等一下，那我们先讲手部，好，先看一个人发讲手部。最好是啦。
就是譬如说你十的话，嗯，啊，他有五十的话，你们有六十，嗯，啊，他如果二十，他三十、五十，那你们还是赢，嗯，懂吗 ？OK，好，所以你们你先来，我先来，好，加油加油加油了，坐姿体前弯，可以的啦，你的柔软度应该还不错吧？嗯，不好说，是要不要先拉出来？好，要。哦，这个部落很会坐姿体前弯，哇，他很会坐姿体前弯。我觉得我的鞋子太高了，怎么办？立面立面，哎，可以脱鞋的吗？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脱鞋，在学校好像是可以脱鞋，现在很多活动，就是这一面吗？是那个，好。好，那你要脱鞋吗？脱鞋脱鞋脱脱脱。袜子会不会臭？不会吧？嗯，不知道。好可怕。那我今天袜子应该没有很臭。然后等下脱下来，然后穿一个有没有破洞？破洞的袜子，我不脱。好，没事。来，准备。哎，等下，你要这样，一二三，然后到最远的地方。要停三秒吗？要停三秒吗？我们，我们从要停住，在我们能定。对，我们从我们重演好不好？重演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五。这里好，可以。好，放六十三，蛮长的六十三，耶，六十三很强耶，六十三。Daisy 组的面面 ，Oh my god， 六十三，哎，你戳到那个线，哎，大家都说肉肉好强哦，好软，谢谢，看不出来，谢谢，看不出来，我也觉得看不出来，什么肉？哎，我记得我之前只有到三十几，你是不是有点不行？我觉得这个我老骨头，你快快点，早点，哎，老面了，老面了啦，不要再说了，哎，这个老面了啦，有人，我要直接下去吗？对。OK， 要定住，定住，定住，好，好，好放。四十五，四十五，这个数多少？六十三，三十五，啊，就是七耶！你要追十七耶 ！Oh my god！ 而且你知道他很擅长。压轴，压轴，压轴，你先来了。没有，没有，他先，他先，因为我们是蓝队先，蓝队先。好，他浪布不穿不脱袜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他习惯穿，就是他袜子有破洞，不是，他袜子有破洞，不是啦，是，哎呦，就不是，他袜子不是，他就是味道太重，不是，藕包放不下，他袜子不缺这组，他没有穿袜子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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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袜子肯定破了，没有，赶快送礼物捐赠他啦，你买袜子，没有，我袜子没有破，没有袜子，那袜子礼物。你看，你看，他刚随随便便就这样，他最有自信哎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应该比他强啊。哎，六十三，你有信心比他超过他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好。今天就是要做一个突破，有点难，还要跳入水，还要游泳了。跳起来，好像抽筋了。哎，要抽筋了，还没开始。没有，我们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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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数三二一，减肥了啦。哎，没有四十五怎么办？没有四十五，我直接减肥一个礼拜，直接下不去是不是因为肚子肉太多？直接加到四十，快点啦，快点啦！你没有数三二一，你没有四十五的话，哎，我们数三二一，三二一，有。你是不是也很会玩这个东西？没有，我不要再立 flag 了。
个超远。没有，真不行，没有这回事。好，你们要剪刀石头，有在看他跳舞，他真的跳超远。好，你先，换到你们两个。剪刀石头啊！剪刀石头啊！你们要先跳还是我跳？后，你们，这不是个我们是一起。后，你们后，那我们先跳，我们先跳。怎么了？哎，先跳，我们就要把目标摆很远。待会可以到。我要跳到那个沙发那里。你知道吗？对不到啦，没有那么远，没有那么远。哎，搅拌车，哎，你要后跟，就是你要后跟，前呢？不爽，等下后跳。好，黄色的，给我一张，黄色的。哎，这样跳过去也是很丑。好，准备好吗？会很丑的脸。OK， 是，哎，预备之下，预备好，那很重要。现场一片。没有人知道，沈阳，好。
的台语版，你们都黄昏，黄昏，是戏，黄昏，是戏，黄昏，夕阳的台语，好，直接用黄昏的台当。我唱不出一个字。那来了吗？好，来了。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总是有第一条过路边兄弟唱，你的脚步真厉害的。唱不完下一个人吗？你第一夸，你要不？你的后边，你的。就等哎，那就等哎，就等啥啥哎，金，一个 view， 金价，不是 view， 就 beautiful 哎，那你们帮唱一下好听一点的，好，我们台中文版就可以，好听一点的，挽回一下你们的形象，好听一点，你还记得怎么唱吗？对，还背，我帮唱一半歌，对，唱多，预备。当夕阳悄悄地穿过晚上一片金黄，你要往北美漫漫路长，景色唯美得不像话。Yes， 好，谢谢，请大家多支持夕阳的台语版，谢谢大家。唱两句，不要再输了好不好？不要再输了。我们下一个比赛有信心吗？我先公布好，下一个是开合跳。哦，有信心吗？用毅力，我们听起来很没有信心。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，赢很多，赢很多，可怕，可怕。OK， 那我们开合跳的比法呢，就是一队各派一个出来，然后另一个人要帮他数，就是一、二、三，然后一样是两个加起来，好，这样。那你们讨论一下，看谁要先出来。开合算一下。对，那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，今天的小礼物是我们手上的签名手，签名手环，签名手环，是以后讲签名我们会互玩，签名互玩。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方法是排行榜前三名可以得到，然后第一名还可以指定你喜欢的成员。第二个方法就是抽奖，抽奖从50分截止，只要送出麦克风就可以有一次机会，抽越多越有机会得奖。好 ，OK， 准备好了吗？谁要先出来？我来了，我。好，来吧，不愧，来吧，我是黑军，加油！那你们站，你们站，没有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想说你这么舒适，我们来这边，走吧，来跳，向开合跳，好紧张，来了，没问题的，开合一次吧，站反吧，你们要站开一点，站开一点，你们两个要过，你想要队员数还是不是队员？队员数啦，对啊，其实你们不能作弊，作弊这边都看得到，那13579帮我数，
有红，没有红，有红，超红的，你不要拍那么大力啊！我刚为了快一点，我拍超大力。真的，你还是输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下一组就定位，我就是一个。两倍速很快哦，李梦纯，你给我站前面。那我们两个。
极限，我们接下来真的被极限挑战了，不是仰卧起坐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好累，我们今天运动量很够啊。我觉得面又纯纯酸痛，我刚才第一个是这里，对啊，然后跟这里，第三个，第二个没有，第三个是这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跟接下来是这里，对。没关系，全身都运动到，就是要全身都运动到。有没有觉得我们题目设计很合理？真的很合理。不知道我今天上错了一个什么样的通告？没关系，我们节目下次也不会再邀你们来了。真的，我下次不会再邀你们来。你们下次我当主持人，直接上位。我觉得我们要瘦了。好 OK， 我们仰卧起坐呢，跟刚刚一样，就是派一个人出来，然后另一个人帮他数，压腿。对，压腿，然后一样是看你们谁要先出来，自己选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抽奖只剩九分钟喽，现在麦克风赶快送起来，送越多得奖机会越高喽。然后接下来排行榜前三名也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护腕，第一名还可以指定喜欢的成员哦，大家赶快把握机会。排行榜截止时间是55分，抽奖的话是50分截止哟。好了，好，谁先出来？怎么样一个 boss？ 你又是你们两个，对，我们就是强，就是倔强。OK， 人家很强，那个我给他机会，让他赢。他每次赢你，给你机会。我试着争气一点。好，来就定位，就定位。哎呦，好紧张。这样面对这边，面对这，我们要你最丑的脸面。不许啊，说什么挤出来？那背对啊，要不要背对吗？背对可以，对啦，背对人家不好。完，不然写的好，写一点，给你们写一点，选择自己最美的脸。你左脸右脸美，我喜欢这里。你喜欢这里了，没有日子。啊，你左脸右，他会，你可以转过来。哦，这样没关系。好，这样好。好紧张。加油，这个真的很累，仰卧起坐是我最讨厌的东西。那我们今天一样放过你们，30秒就好，好不好？30秒也是很久。我们30秒，本来是1分钟，因为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去做，所以。脸会很丑，好，孟辰想要跟大家讲，他脸会很丑，大家看到那个脸也不要就是不喜欢他，千万不要转推或什么的。对对对，是不是呼吁一下？我们30秒会用尽最大的力气，对对对，所以会更丑。对对，他只是想让你们用尽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计时器 ，OK， 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赶紧 pose 是点站着。仰卧起坐的 NG 现场，这个是几？这是几？啊 ，OK， 好。
果然是内奸。你是猪？不能说。你头发好大，我。不要让我笑。加油加油！你们有在数吗？你们有在数号？新地球数号。好，谢谢大家麦克风。哦，这个下次要准备瑜伽垫，这个地毯也是蛮暖的，蛮 OK 的。好，面面头发很卖力。我是不应该害你笑。对。时间到，时间到了。我是不是要偷偷告诉你？黄队是25，对不对？嗯。蓝队是剩下50，蓝队是29。所以 Daisy 又输了。谢谢宝贝。我多少？我也是25。你们现在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！在演什么悲剧？你们刚刚好感人哦！你们刚刚的对话好感人，尽力了，尽力了，我们接受最后的惩罚吧。我们走到最后，太累，我的肚子好酸。然后重点是，刚开始没多久，大概十下的时候，我忘记谁讲到我笑的东西，然后我就笑了，然后我肚子出不了气，然后我就卡在中间。你要这样子久，你这样讲的。哎，那你要加入我们 Daisy 之间的感情谈话。Daisy 之间的感情是可以的，他们我们会一起承受那个惩罚，没关系，我们会一起承受那个惩罚。对，我们会一起走到最后。他说对了，那刚刚才知道是吗？被拖下去。我们先看最后一个惩罚，好，先看最后一个惩罚。但是再提醒大家，抽奖只剩三分钟。好，抽奖只剩三分钟啊！虽然 Daisy 的输，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抽到你们哦。有人说栗子卡了还是赢哎。我前面，因为我前面笑了，所以很厉害哎。因为你刚刚前面没有让他的话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让他了？对，他让你，他让我先演戏，有人说我在演哪出戏？好，我要抽一个最后一个。哎，我要长腹肌的感觉。真的，真的。好棒哦！我以后可以多上。剩最后一个了，好，最后一个，拜托不要太为难我们。你们开，好，我们直接开给观众看。对，开给观众看，真没有问题的。我真的不行。哎，夜梦明月要带我们去流浪，今天没有了，这个奥博只能用一次。什么东西？哇！今天开超要喝这个，哎，现在运动完刚好需要，最好是需要补的，哎，现在很需要喝，对不对？真的要养生一波。决定要倒多少？好，不要了，你一口喝，什么东西？这个吗？一个。我刚想，哎呦，摄影师也太坏了，一口喝。我刚想说这个要一口喝，这是在搞笑吗？摄影师也太……水果要喝完吗？那请问要倒多少？要倒多少？等一下，麦克风即将截止，那个倒50分。好，剩最后一分钟，我们一起来静待，好不好？剩最后一分钟之前，我们慢慢倒，我们慢慢倒这个苦茶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来，我知道你们，我给他们决定，就是你帮他倒，他帮你倒。就是你觉得不要把这喝完，你觉得他今天贡献了多少？他要喝多少？这是一个良心看，我会怕。你觉得他需要喝多少？这样来，我们先帮面面倒。我们是朋友吗？你觉得我们是朋友？好，来吧，就来，我靠，站直一点。好，来，在这里 ，OK， 来，后退一点，转过来。好，你不能看到50分了没？不是，还有几秒钟哦，大家。好。哇！我以为你们有好帅啊！你也太不留情了吧！你一直输哎！你好意思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后到。我后到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同时一起倒满，倒满。你后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你转过去。你刚刚是不是忘记了？好，是李梦传的味道。
面是可以播的吗？你用倒的把它倒出来，可以吗？对对对，倒得出来，倒得出来吗？会。啊，这个人说，好，没关系，那就这样被掉，就这样被掉。51分了，我们抽奖是不是截止了？我们抽奖截止，对，我们抽奖截止了，大家现在可以拼拼看排行榜前三名。好，来，那我 ，OK， 抽奖出来了。我先公布一下名单，是林果 L I N G O 跟志伟最爱 T T P， 恭喜两位，恭喜，耶，恭喜，恭喜。那接着我们浪 life 的工作人员会联络你们。对，到时候会随机送出一个签名的护腕 ，OK， 没抽到人，现在还可以排行榜前三名的机会哦，不要放弃，还有4分钟。然后这边呢，现场默默跟雅恩也要喝，进行他们的。那我们可以先结束直播，然后稍后会结束，我们喝的片段给你。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，我刚试喝一口，真的不行。我帮你们喝一口好不好？好，我各帮你们喝一口，作为你们的组长，我就惭愧。有一种苦涩的甜。啊、好苦！我来，队长，我来，队长。黑骑士，哦，好苦！嘉丽想不想尝一口看看？嘉丽尝一口。我原本要，好，那我帮你喝一口。然后结果你自己说，哎，甜到我一口，我傻眼。喝一口。哎，赶快先，为什么还要先打过？啊，你先喝完，喝完了，好，不然我们交朋友。你敢插笔？我在帮你。哇！给表情。哦，那个味道直冲。你们明天都会很健康，明天都会很健康的。所以说越难喝都越健康。明天都会很健康。好了，嗯，那我们差不多了。给你休息一下，我们回到中间。你说什么？我吞不下去，吞下去给你吃这个，他手上有一颗，你赶快吞下去，然后含鲜搭配。舌头不要太久，舌头你留越久越苦。你搞得好像，太辛苦了，再一颗，再一颗，你搞得好像自己输了一样，好苦。谢谢，OK，好苦了，不要累了，太夸张了，太苦了，别哭，我突然觉得什么，好像是我输了一样，好苦，没事，你赢了，OK，好，我们再到中间一下，我们来中间，好，没事，OK，好，现在54分了，等下55分我们会截止排行榜哦，那我们先。发表一下输家感言。输家还有什么概念？有预期会输得这么惨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以为我会赢得很光荣，结果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。我开始之前还刚刚信心喊话说我们一定会全胜呢。对啊，从昨天就开始我们在抢虾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从昨天呛到现在，我们私底下就已经想说不行了啦，今天开始友情就破裂，我们一定要赢得很光彩。我们呛得这么凶，结果我们输最惨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份感情。你有一本来有最有把握说自己拿一个一定会赢吗？我把握是开合跳一定会赢，结果开合跳你他赢了，他赢了，可是我没有很多，所以就可是你要帮他，你们要互相帮。对，我就很我会很对不起我的队员，就是今天这样子拖累他。突然，真的吗？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排行榜前三名啦。这里好，怎么看？为什么没有那个？这边哦。然后你按贡献榜，贡献榜。OK， 好，前三名，我现在公布，第三名是林果，怎么又林果好厉害，摸到我，然后又是排行榜第三名。谢谢。第二名是志伟哥。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啦，你们，所以呢，你们就是要注意，就是各方面的讯息。好，那这边换你们发表一下赢家感言。我打鼓哦，我们就他没接受惩罚，我们就默默的做就好了。他没有惩罚，没有心得啦。我们帮你们喝，你们怎么这样？可是你们有难同当。你们其实一开始喝
很有信，就很有信心的。对啊，对。所以等于说，这是比赛信心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真的。所以是挑人要好好挑，真的。信心可以战胜一切，不要挑很重要。对不起，我不够管。这样不要这样，大家都是朋友了。好，没关系。那经过这次提示之后，我们就知道更加知道哪里要更加那个，就像你。全身上下都不行，没有一个可以，要回去好好锻炼，然后不要再吃饼干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减肥减起来。希望大家 下次还会想来这个节目玩。来，我们的节目每次主题都不一样，请的人也都不一样。我也希望最好不要再一样。对，那你们来这个单元蛮好玩的。我想我们就这次受苦之后，下次那个有福，我们就一起同享，就是可以一起吃个东西。你发我们要是最有福利的那一集。哦，对，就喊话一下，喊话一下。希望大家这次多多支持，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吃的节目，然后大家都一起来吃。我们今天成绩不错吧？热度我刚刚看有222开头，对不对？这个成绩不错，这个四位可以加我。爱运动，我们想要成为固定班底。我们节目没有固定班底。我们节目没有固定班底，没固定主持人。对，我们只要固定主持人，主持人，主持人，主持人。哎，到时候来颁一集主持人选最辛苦的来宾。主持人选秀，主持人选秀，没有这回事，这是要把我取代是？没有这回事。哦，有人说你看大哦，大胃王，有人说可以挑战大胃王特辑。哦，大胃王，哎，大胃王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我很有信心，我吃白饭现在还可以，我吃白饭可以。好，那我们主题会再斟酌一下，好不好？希望下次还可以再就是看到大家。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跟观众说一下。拜拜，跟感谢的话。拜拜，谢谢来看我们直播，我会成为主持人的，谢谢。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候选人二号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主持人三号，我不是，我是正牌主持人，大家请认明，由我开场的才是这个浪梦成真的节目，OK？ 不要被前面那个闲杂人等一直输，明明同组，我们都是 Daisy 组，然后他们，我要看他们一直输，我还不能下去帮他们比赛。你早点说，我们会让你下来的。我刚刚开始是他来做，他不要哎。我那你现在话讲成这样，我要怎么？我就帮你们，就是要带你去流浪就好了。我就帮你们要流浪就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就靠流浪还债为生。好，好，这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候选人四号，不是吧？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，然后我的浪漫 ID 是361950，想念依旧我爱你，对，大家可以来追踪我，对，只有他自己要宣传，对，谢谢大家。然后这位，我是候选人五号，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的 IG 叫 JOU075AKB48TP， 谢谢。然后我要谢谢今天的。对手李梦辰输给了我，因为你每次都跟他 PK， 谢谢。我让他还有机会反问，结果他每次都没有反。有了，他有吗？他只有一集，一次。那集的肉肉，你们越摇越大力，这是仇恨吗？我在拍手，他在肥肉，对。你们是同一个组合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 AKB48 team 50kg。好的，那你们是？我们是本丸荞麦面套餐，耶！你们要不要讲解一下为什么叫 T 五十？因为这不还有历史透露，就是你看名副其实的50kg。他们在临时组团的，这不算对吗？啊，那我们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签名，就会送出奖品的签名护腕，大家记得运动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，要像我们这样子运动开比较热，没错，热身，然后手臂也要好好保护一下。OK， 看一下我们签名。呜，你看你戴着就可以看到我们，就可以有更有动力，对，运动了就可以想到李梦辰运动有多废，他比他还厉害，加油！不热身就会跟他一样输给我，怎么大家都觉得？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收看啦，我们下个月。